看几个报告尔，咱嘛有报告啊，啊，我咧看，甲你讲几个报告啊。来，这礼拜，这礼拜讲到这拜五，是夏季节啊，咱有这叫做嘉年华 ，Judge Camp， 往到去这个中华游泳公会的隔壁 ，Sella Maris。OK， 我人看两日一暝 ，OK， 有真正好料啦，有食，有摊石头，有摊天窗，有人包食包饭包大包袋了，啊，给同志包了，对啦 ，OK， 报名已经有啦，特别是讲你有影要来参加来劳作呀，讲暗暝拜五暝，我人有芭比 Q 啦，我人有 steamboat 啦，欢迎侬回来 ，OK 啊。当然是希望讲就 free 啦，讲学同步啦，你比如同志，你比了解个字，你随 Debra 啦 ，Debra 姊妹吓，了，如果那是需要 transport 的，你讲啊，不需要你可以啊，讲个唔在路啊，爱搭对搭对 van 会使又会使，一点同志交汇嘅楼卡单，啊，一点 airport 一点 ，airport 一点同志交汇 airport 同零三。นั่นแปลงจีแฟนคุยถูกต้องบ่อย่างจริงไหมแล้วเจ็บจะพูดไรสิว่าเราเจ็บจะอีกวันสามหกสิบไปละอาแม่ปีจำบ่ว่าผู้เกี่ยวกับสัมปันจูเสี่ยวจูอ่ะสัมปันจ๊อกเอเชียจ๊อกละก็สิจ๊อกกังเนี่ยจ๊อกละพักกังเกี้ยเอเชียจ๊อกเดียวละน่าสิลูกผู้เตรียมเสียงขวัญหญิงลูกผมเป็นยังหัวตอนที่คริสปี้มอลวินเตอร์วันเมอร์นางองแบบเจ้าโบเลียวแล้วแบบอะไรโจซิลจ็อกวันนี้กองไหนฮะบอกว่าดูที่มาชั่มซิลจ้อยบอกชั่มซิลจ้อยลองอีสไลไหนโอเคแล้วเอลี่ไปว่าเชียงเดียบอกสู้กี่หลายกองโตที่สี่ก็กันกว่าบอกสู้ฟิลิปก็บอกสู้ที่สี่แดนฟอกพอว่าวันเอลาวันเก่งเอบอกสู้ไว้นะ so อยากเชียร์เป็นยูไลโอเคฮะอีสิจะสิตอกิตึงส่งไลน์ลังไงฮะอีสิกับว่าเราเป็นยูเนี่ยว่ากูจะก่ออีแต่อีมาก่อไปว่าเนี่ยตีละกูจะที่จะตัวใกล้ตอกซ้อชูไลสิจนวันกูสู้บัญชาจิจับปีนี้เนี่ย so ว่าอยากเชียร์อีไลกำลังถึงยองส่งเสียวฮะ so เอเดียวเดี๋ยวเดี๋ยวเป็นยูไลโอเคจะบอกไลดีจี为了这个，咱人已经讲一点声了。这个讲了一段，搁讲到第二段，你是三嘛？然后搁讲到下创世纪下的时阵呢，我无接停啊，不然就无接到必要。接到来，咱要讲咩？咱来讲叫做世界末日，世界末日啊，末日的古关预言啊。所以，若是你有朋友的。今天兴趣要再讲，即到底世界有末日无？咱搁剩几落济日子，哈，邀请朋友来听 ，OK？ 伊未晓听话，伊未晓听阿嬷，伊带伊来听福建的，无少几个人伊讲福建独立世界末日的题目啊，请过来，我讲咱来分享些话来听。OK， 感谢主，讲报告报了了，我今日报告无啊，无人要交因，无人要生囝，无人阿咪啊，就是安尼呢啊。OK， 后尾甲你分享一个题目的时阵咧，甲你讲一个笑话啦。圣经有一个人名做但以利 ，Daniel， 但以利 ，OK， 伊出名，伊出名就是好加西啊，我好加西啊，好加西啊，伊唔是啊，伊是上帝用伊是呐无灵力的，人点伊当伊西，哎西坑油一样，西就知哦，老好加西的坑油，唔是西坑啊。希望听啥啦？西的坑位，哈！你老的西未介意，未介意，伊真正有能力的一个人。所以朋友问伊，你安怎讲？你若是到去山摩位啊、沙摩位啊，拄着西时阵啊，你安怎做？等于就讲，哎呀，这简单了嘛，也清亏死，怕清也怕清亏死嘛好咯。朋友讲，那是你无清呢？哈，无钱我廿多啊，廿多啊，太厉害，太厉害死！你又讲阿叔托搭，寻咪多冇冇咧？哦，你看啊，你今日偷为晒嘅啦，为只鸡，为只鸡佢知了嘢，除可以未教啊！有啲朋友讲，你都到去山摸位啊 ，desert 咯，山摸位都冇卖钱只鸡咧，主要咁关事咋咯？但二年顶呢个片啊，就希望嚟讲，你到底是位朋友，还是晒嘅朋友？
内面意思哦。所以这故事甲人讲，你唔惊？这故事甲人讲，你有时啊，你第一好的朋友啊，唔是甲你讲好话的，你第一好朋友是甲你讲高头兵的话的。特别人家奇怪啊，忠言逆耳，人家是甲听好好听的话，人唔是甲听你真呀白痴痴呀的话。所以第七路这故事啊，有时人啊你歹听的话，我就是。好话来会帮助你的，阿咩 ？OK， 今日到分享啊，这个用象形文字来到你解释人人上帝圣经的创世纪。人人的创世纪咧，咱会讲到第一章到第三章，用了象形文字来看。OK， 头一项咱来看，好，调过来这个 pointer。诶，咱来看一个两部。过去咱人古早头一个系列，头个经验，咱已经讲了真济关于啊，有人帮助我查的 Jack 者，查 Jack 者，唔是叫做阿 Jack， 是个 Jack 查者。然后我要放一个 video 啊，然后我要讲什么物件？咱过去的系列内面啊。咱有讲啊，咱中国人的祖宗的祖先内面啊，甲圣经讲的唐人字内面啊，拢有讲甲只奇怪、只奇妙的圣经讲的字，甲咱人祖宗写下落来的字是相反的。这些字是证明了原来圣经讲的上帝，就是咱人古早祖宗所拜的上帝来。啊，按怎来看？咱来看淡薄一个 video 啊，准备好未啊？会使看未啊？咱看一个 video。圣经说，伊甸园中有生命树和智慧树。山海经上说，当初有不死树和圣树，圣树又叫瑞木，食之令人圣之也。圣经说。人类始祖贪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并有基路伯和火焰之剑阻断了人人之路。上书和国语上说，人犯了罪，上帝命令众尼堵绝天路，上下不相来往。圣经说，后来地上充满罪恶。上帝用大洪水冲刷了大地。淮南子、陆氏、国语上都说，共同历史作乱，震涛洪水，祸害天下。天助者，地为绝，水潦尘埃归。圣经说，大洪水过后，上帝用彩虹与挪亚立约，再也不发这么大的洪水了。中国古人依稀传说，是女娲熔炼五色彩石补上了裂开的天穹。不难想象，那正是一道横跨蓝天的绚丽彩虹。圣经说，挪亚的儿孙们来到东方一个叫示拿的地方，骄傲起来，被上帝裂乱了口音，分散到各地。这一次大分散。地质考古学称为地球板块大漂移。屈原在《天问》中问道，洪荒之后大地为什么分成了九州呢？大概从那个时候起，虔诚的中国祖先们就把自己居住的这块土地称作神州。汉字、埃及和闪族等最古老的语言文字都在这个时候萌生了。OK， thank you， 李阿，感谢主。所以你看到这个 video， 咱头路看到的是看到啊，无坎坷了解，参无坎坷明白，这简单道理。咱人的祖宗，当然的祖先祖宗呢，甲圣经所讲的物件，这些物件是一个都多好，哎呀，你硬硬讲掉的，不是的。真正坐的古册、古早的古经里面有历史记载了，
咱安怎款为其之参之？咱的祖先真正惊，咱咱一代过一代落来灭去了，咱当人的历史，中国人的根源啊，根源啊。所以用象形文字留落来，来和咱讲古早曾经发生过代志，咱的祖公所做的物件，卖予咱这后代世世代代灭灭去这物件。首先，咱来看一个经济。圣经当中讲明，耶和华上帝用土脚的土来做人，大家讲做人，做人，后边将生气本气的，俺做滴叫咩啊？鼻腔，鼻腔啊，咁写对吗？啊，就成了有魂的活人了，伊名叫亚当。啊，咱来看这字啊，这做的字 ，OK， 做这字咧。经文写的是啊，这是小篆，或者是咱通用的写的款。OK， 做 to create 创造 create 创作是按怎来的？你看啊，这奇妙的。你若是了解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阵啊，上帝创造天，起初上帝创造天甲地，对不？上帝讲爱光，有光。God say, let there be light. There was light, the Bible say. 一般人按住了，看见了，新的书啊，我被出版翻开太阳了，我是讲的，对呀。OK， 你看，这做得来，就是上帝讲话，做人。做教做湖，伊讲湖湖出来啊，龟龟出来啊，教教出来了。上帝讲话教书的教讲话，啊，但然后咧唔惊个走动出来了，所以做 ，do create 啊，唔系关莫水字啊，莫水字是莫水啦，特别都明白好啦啊，因为我古早是黄灰啊，所以写字莫咪水啊。所以创造什么来啊？上帝教书，上帝讲话，你也唔惊到出来惊走了创造，奇妙不？咱当人的祖先已经讲给咱听了，任何创造，咱的万物的创造是上帝讲，唔惊就惊了，这就是创造的因素。那么就来看。聖經講緊第二個字，伊講上帝分開落去，分開予人，人就變成有靈有魂的活人了。上帝創造好之前咧都死人嘅咯，係講活人。當時啊，當死人啊，都冇見到個死人啊，我大家講活人。活人。OK， 當時活嘅人，係咪所以上帝分開落去？这奇妙的，就去古早的点声。圣经讲，古早的点声咧，上帝分开，是安怎的？那个字啊，都差不多，都会对外课程啊。这代表咩？这代表咩？这是目睭啊。这代表咩？这代表太阳。古早这古甲骨文的点声，一画太阳，时阵咧画成一块点点。我代表咩？代表荣耀、荣耀、光的意思。然后，伊讲上帝分开落去咧，是一个荣耀的代志、荣耀的代志。然后，换三换，啊，为什么换三换呢？因为开啊，这代志啊，唔是简单呢。这开代表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的代志，将你开分落去，所以换三换，伊无换四换，无换五换。两个是三人要三哦 ，OK， 明白啊？即开盘落去，啊，你个知影讲，即是安怎来啊 ？Brief，OK， 咱个接过来看，第二咧，上帝看一切拢做诶拢是好诶，大家讲好诶，好诶，有暗暝，有早起，是第六天，第六日啊，咱来看好诶是，好，安怎写咧？啊，后面的啦，这是如果讲看门仔啦，一个查某，一个查甫，了解解好。所以讲起甲骨文里面，咱看到查某的位，
当你查某的是的后代，你生出一个新婴来，所以讲好。当人犯罪了后，查某犯罪了后，圣经讲，多几对后代要出一个奇妙的人，这对后代要打魔鬼蛇的头，这就是圣经讲，上帝已经预言了查某的后代要生出一个好的正好的后代来。啊，那个就来看。来，第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里讲，上帝个赐福给人，个对人讲，爱生要种种植，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啊，嘛爱管理海里面的湖，空中的鸟，甲地上甲大行的行走的禽兽。OK。上帝的做咩？上帝对阿公讲咩？阿你做咩？舒服，大家讲舒服。舒服。OK， 那咱等人讲舒服好嘛，然后聊天家是做咩？都打好么？有人都买来打都好背，哇，到福福到了啊，福气到了，福气呀，发啊，对不？所以咱舒服打，你看你唔惊？但是咱等人啊，搞个电视电视啦，咱对福气了解是多好背了。咱古早中啦、中山、中国人啊，看福是哪看人来看？福是有一个心在边啊，了一个人在伊田内面啊。OK， 古早人对福的了解，不是单单有金钱甲物质尔，伊说嘛，有车有厝啊，哇，那是我福气的，就是我有车有厝有金有啷个咪？啊，有车子、金子。啊，戒指啊，公子啊，金啊啊，总之五子即对啊，儿子啊，那边生，那边生查甫囝，够福嘛，生查甫囝了缘了，了缘啊，所以那边生啊有车子、房子、金子啊、戒指，或者是啊啊儿子啊，就是你要有五子，都无哩囝，无哩子，就是福了。特别按圣经讲，咱古早唐山人呢，你看福唔是安尼话哩？福就是无管你住伫厝，那是住伫公司内面，有甲有神密切的关系，有上帝甲你同在，你就是有福了。圣经啊，即古早人讲了，福者倍也。意思讲了，有福气的人，福的人是有出春的人，有出春年年有余，出春的人，出春的意思为倍者百顺之名也。背有出出的人，你是做物件，个行是一件顺利幸福的。兄弟们，今日问你咯，你顺利无？你做物件百顺哦，百一项件，一百项件，一百项顺哦。哎，老大佬，我去做工，我去探访，我做物件冇啊，个叫叫 Jack 啊，个我今日去做，只哎样讲讲，只去做个顺利啊，即上帝讲做个顺利。大行地调查，别出坑头，死白济，啊！你后人人行未好，意思讲顺，背者百顺之也啊之名也。结果讲了你无所不顺者之未背，伊讲咧，那是都做了唔惊啊，无所不顺，但大行都只只顺咧，这个是有出春了，出春就是好起了。意思是讲，咱正常的头路，咱长山人看福，不是简单有镭，那是有车有厝安尼，太简单了。是你做了真正顺利，都有出出的意思。你爱学无？下个月就变做爱学无？学。你当无比上进来学嘛？爱学。爱学。啊，有人改名名学嘛学咯。哈哈哈哈哈！你讲笑啊？我接过来看。诶。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里讲，耶和华上帝将阿个人安置到伊伊甸园，伊甸园里边门，大家讲门，可以受理看山秀，好滴，咱来看这门啊，门真无聊啦，七七的，无所在是啊，第五章上五节，你再加落来。我不明白想多了因为这样打呢带着外卡呢但外卡想到每当呢也没唱歌呢那你多想起来啊
给回，为啥呢？回给哪里看回啊？上帝用土做人，用锤棍锤落去，哎，伊个变一个我的我人了，分一半人了，我大起个大波的面顶也肋骨也一骨出来，做一个查某，然后放伊到伊一个所在，伊看守的四周围的所在，这叫做咩？上帝用土做一人，将伊口气分落去，这人就变成有灵活人，有灵活人到伊身顶也出一骨出来，做一个查某。女人，做个查某，啊，将伊放到伊个死角角，上帝无收看顾的所在，这叫做伊甸园，每个人来。所以啊，因为你看到只奇妙，你今日有一个圣经，你会使去盲读只圣经，家己知，家己爽，家己好尔，你会使将这字干不了。你会使讲，啊，你无信主的人，你古话人看是样，正趣味样，人自家爱听的，啊，得高调无？有意思哦，所以看咱当人字啊，看到真了有意思的才听听。咱无讲就无代志了，一讲落去，代志真啊无聊啦。因为你讲了，人明白，人知影讲，哦，原来哦，咱当人安尼坐字当人字啊，原来是甲咱人的圣经有关系，咱都就来看啊。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讲耶和华上帝吩咐伊讲，园中大行树顶，含树顶，啊，长顶树顶，长顶的果子，你按阮的随意来吃，敢那有分别善恶，树长的果子，你啊唔通吃。因为我们吃的日子听到死，大家说死死听说死，这是温当死，恐慌死，必定死。我记得用简单的是恐慌死了然后知道我的朋友说，哎，我听你知道我看见我来说，哎，你知道有人跳楼，大十五楼跳来死啊。我说不怕哦，你加看一下有影，我去看了，恐慌死了。有人去，伊讲我要跳楼，跳了一楼，跳七八楼，跳袂死了的，嘛知道恐慌死了，这是恐慌死了。OK， 咱来看几个字啊。头像上帝叫咱唔通食，大家讲唔通食。唔通食。唔通食，意思讲，意思唔通食，唔通食咯。唔通食，你做咩人看？这只疫苗啦，我这个知，无我拢唔知啊。无我听看啊，加单调无。所以讲，伊这边有五个树长，一个是分散恶果树，一个是生命树。所以按所谓有五个果长树长，像圣经讲伊分了五只只树长，你会使食。分散恶果树都唔通食，生命树会使食。所以五个树长你才拣一个会使食，会使袂使食的。然后这个是什么？四个是上帝指示、指明，甲人讲唔通食啦，食这五个树长，一个唔通食，一个使食，所以有一个禁止了。上帝向亚当指示四名林中的拢会使食，干那阿一长的树长唔通食，唔通食，人都是天机，所以食青枝咯。叫伊盲食，伊偏偏食，所以出大事哦！啊，你看啊，咱去看第二个字落去。哎，看咧看咧，就爽来去盲地记哦！哎呀，讲咧地记哦，记来，把刀落去甲人对标。来，安哥，哎，我讲讲，我唔是咱个圣经啊，讲圣经，咱了是甲咱中国上，啊，咱上，人袂反对袂。都讲讲，哎，新加坡拢摆到叉头人，人反对路，但都讲讲，哎，咱能想呢？我以为你知啊，你做想法，啊，你叫人讲经来听，背上来听，我一只欢喜，想呢，想呢，想逃避吗？会痛吗？对不对？
给咱们这角度来看啊。OK， 这是叫佛啦，福建话是比较讲啦。啊，佛的意思咧是啥意思啊？佛是古文啦，古文讲佛，但我讲佛，就是唔通的意思，不要否定，不可能，这叫佛。那佛的话写法都怎啊？读起甲骨文啊，读起两个手掌的两底有一只蛇。哎，我点点，我点点不肯定。OK， 下回再看。所以话两个手掌的中间牵了一个蛇，所以有佛。佛意思是否定，无定标，无一定。我主要在求定否定指示，啊叫讲啥否定神的指示。唔呀无，唔呀上帝讲未使食呢。啊，你意思，主要否定上帝讲的话，主要讲是讲耶上帝话来多少遍的，唔呀无，是无，安尼款呢？莫必来找其他路的吗？不一定是耶。所以当安尼款情形，就要知影是魔鬼了啦哈。所以有时唔是你唔知，牧师啊 ，sorry 啊，我原谅啦，我犯罪了，其实都早知啦诶。你破罪硬去，唔是罪硬去，唔是罪，你唔知你是罪来，是你甘愿放杀破罪硬你讲哎呀，好乱咯。主啊，原谅我。OK， 主原谅我，明仔继续来犯罪。哎呀，主啊，原谅我，永远离了都别说。啊，这些人是安尼款，我应该要怎么办啊 ？OK， 上帝下命令，命令，命令而来呢 ？Now， 这个你看了甲骨文啊，上帝开嘴。上帝的嘴是多少变声的？阿弥陀佛，上帝都唔定对回到来的人讲话，伊嘴是多少变的？嘴落去吃部分是写三角多少变过来的？我给大家讲，你来明白，我来讲，你明白。阿弥，古早中国人写嘴是安尼写的，诶，今日看到这嘴是多少变的？阿弥陀佛，因为上帝都唔定加一个贵的人，我来讲下嘴啊。会了话多少啊？啊，一个贵了的人讲，唔通食，食了有代志出事了，代志大只大了了，这上帝好样的命令。OK， 咱来看呢。OK， 搁接落来看呢，咱看是耶稣的书，我不要讲我跟我耶稣的人讲啊。总之都明白，我明白，大家明白好了啊。慢慢讲，其他看了，吹也一只有名的，对不？伊大只手掌的唔灵，伊大只手掌的吹对来讲，盲只耶稣你家己啊？阿波强调了，耶稣这稣什么意思？叫尊赞。OK， 尊赞你家己，唔通去帮咧手，盲去只咧手掌顶的位置。所以你看了有一个嘴，然后呢，正常的嘴是安尼歪，阿妈上帝嘴是倒后边落来，看了。所以今日唔是我乱讲，了是我有研究了甲骨文。然后我刚刚甲你讲，甲你讲是，即个了咱唐人的字甲骨文内面呢，有咱人唐人的部分在圣经里有涵盖着。所以即个嘴。这嘴上帝讲，如人嘴盲乱者、盲谈者、爱尊责，这手掌盲者，所以耶稣才来，啊，尊责才来，给各个来讲来看。OK， 如者，你若是卖听，大家阿妈卖天机食青枝嘛，卖听，你若坎坷了，坎坷就来，人会坎坷是就来。咱个工作，国家个场，咱个长线人，咱个做工个物件，坎坷是安怎来？坎坷是因为人食这树长个果子了后，家己着把个几只变出来，即叫做坎坷。大家讲坎坷，
坎坷。所以你不知道讲坎坷时阵，你知哦？你讲坎坷时阵，你讲着有渣创世纪时，查某食这果子时，哇，食了着捆绑坎坷，明白啊？我该奇妙了啊！咱个接话，食了，他妈的保密，是啊，是更加无明白啊！啊，我讲另外一句话。死另外一句话叫做咩？跳下你 ，OK？ 大家讲跳下你，跳下你，死啊，对啊，死，死是安怎嘞？死，读起甲骨文呐，伊有一个字的，这字是骨。那咱两人讲出个宽，咱两人讲出个宽背的，啊，不如咱是甲。也大力叫咧，讲话来驳背。古早咧，咱把路个扶啦，让牙咧查努力驳背、上背，也是嗰只叫背。我只古无牌啊，便宜啊。啊？啊！总之都明白就对啦。上背加一个另外一个背个表示啱甲无啱咯。不过早个时阵咧，中国人是发用咩？用乌龟壳，下垒都几。一个骨叮当咧，切出来，哈！伊看到了，这个是腐，伊是腐啥物来咧？腐大比咱个看法，简单来讲就是后边发生嘅代志成功叫做腐。腐意思就是预言、预言。那我讲预言可以做明白啊，成功结果叫做预言 （prophesy）。阿毛讲，归类到了啊，你看到咧？上帝 ，Hello， 上帝在你山顶的位，对人成功，那是你吃长的果子，你定着死，稳当死，预告选审判，神教你心狂讲，你无吃无事吃了定着死，特别人都是吃情志脾气，所以你吃了会死，能够耐受看，嘿，今次个有着，嘿。耶和华上帝所做的为有蛇比甲鸟的这天中的甲鸟面那当哎呀啊甲鸟天时国家，在即句话来讲啊，蛇话来讲，蛇话是，哇！即句话福建话咯，啊，我讲话明白，我明白啊，真生我对啦，你看。你真正吃我啦！我都都敢会我，你真羡慕。哎，真正真干啊！真正啊，干心啊！真正干心 ，OK 啊，你起码真干心啊！错个对查我讲，上帝唔要讲无尊重者，这会中干了就长的鬼子咩？你叫我你砍你咯，我阿家仔望起人都讲话，咩啊都砍你咯，几个讲就讲了，等看魔鬼，啊魔鬼真奇，真奇奇妙了，魔鬼，那后边话魔鬼之前，咱边话鬼，个鬼安怎来？咱同人相信鬼，啊，鬼安怎来？等你七月半时，我讲鬼啊，所以我也是了解鬼怎来。鬼怎来啊？我先话鬼该写魔啊，所以你该在讲魔鬼魔鬼，人讲魔鬼魔鬼，人无明白啊。到底鬼内面，这鬼不是白灵鬼啊，这叫异变人啊，所以我讲讲鬼啊。到底鬼内面有小可发生代志啊？That is a movement. Okay, 到底会用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啊？安怎讲？真正阴阴偷偷阴阴的私底下偷偷来去会用这个鬼。Okay, 这个是 devil。鬼，了安怎摸得来？切的啊！这鬼蛮切，你讲对的。
啊，七节唔等于是，是了啊。下底诶，拢会楼卡看到，看到啊，即鬼神来咯，对。了，伊毋是住伫鬼中，毋是干呐住伫鬼中啊。咱个唐人个祖先甲人讲，伊住伫即树丛个中间，头尾了砍了家己，莫互上帝知影。这魔鬼来去找阿东甲小王，你别说，古早人对鬼烧到真啊，养地公啊，养看鬼时阵啊，养阿东伊也唔知这鬼来，养地咱中国人会做些地公，养讲这个人啊真啊神秘，伊真啊施家，真啊。一个神秘的思想的啊，一个人啊，来找查某，鬼鬼祟祟，有只你派派人讲啊，下边个人讲啊，所以伊大只嘴，伊头尾都去树丛下来去和查某，和只阿公的某查某折磨，第二讲折磨，折磨啊，所以讲多，哎呀，都好。都好魔鬼欺骗了，就是意思啊，意思啊，都好都折磨了。所以明白未？魔安就来，鬼就来，就成人讲啊，咱接过来看。查某对蛇讲：，甲园中的树丛顶的果子，我人拢会使食。唯有眼这园中啊丛树丛，因无讲的丛不了。啊！你是分别三个果树啊，伊母苗讲伊讲啊是树丛，因为因最无讲的名咧，因为是阿东甲小娃上帝甲人讲，因知啊诶，因免讲名，因就讲啊咧树丛，啊咧树丛的位置，上帝捌讲，人唔通食，唔通放，免得你人死。蛇对查某讲：，卵无一定死，因为上帝知影卵食的日子，目睭个 bling bling 了，啊，目睭个贵了，个知影会听个声个神啊，你看会知影神善恶好歹啊，你总得知好歹一撮啊。咱来看，最 now 多去吃苦人呢？甲古文内面呢，最古早个写法是安尼写个，今日咱无咧写了。你看，我歹写啦，写真笔画，写来我手指啊，安尼真笔画做。你看，注意我解释看，这是人个面，看了人个面，个鼻腔，个鼻腔啥就和即个肚表真啊坎坷，每一道犯罪坎坷无。都犯罪之路，犯知影犯罪，你是真坎坷。啊，就是来哦，人个鼻腔上个肚表咧坎坷意思。然后到到后啊，秦始皇就将咱了，咱古早个文，无论用咩文，我太，伊该烧不了伊啊。古早食食，我食出个念，我食饮食，食出个饮食做对，我点了粮食诶，粮食。读书真辛苦，只恨秦始皇。烧书烧不尽，害我今日苦。啊，我得念一句话，因为那个电影，我拢念一句话。念一句，就是这秦始皇讲伊烧一切，烧不了伊，伊烧不了，烧了今日到我咪读册哦，感谢主啊，咪读大学。所以烧册，伊烧不了伊册，了伊了。所以家己出现家己的字，这字咧是安怎咧？伊就开始写安尼的字。即个秦始皇家己学编的字啊，都是个慢慢演变个编的安尼字。所以咱看这锤字有一个四、四、one、two、three、four， 一、二、三、四的字，是一个一个是非非个分锤。意思是讲啊，锤安怎写咧？秦始皇编的锤啊，四、四嘞，四个似是而非，四嘞啥是个唔是啊？所以上帝敢讲，卵未使食树丛，食即只园中加了的果子咩？上帝问讲，上帝无问讲，上帝讲卵茫食阿里果子，
啊，你受斩为止，上帝无讲加了受斩为止，你看魔鬼骗上帝话，假说加了为止在遮咩？上帝讲加了为止在遮，伊讲啊，你受斩为止在遮啦，伊骗上帝话，了，查某啊，查某讲，查某讲个，查某要食好料诶，查某食下茶下杯下料下面食诶。伊讲人是要食福建面，我无啦，福建面加淡薄油，加淡薄，加淡薄啊豆腐，搁加淡薄花，加淡薄咧都皮啊拢料嘛。所以查某会讲物件，伊讲未使帮，上帝讲未使帮我，上帝无讲未使帮，伊讲未使帮，主要搁改变上帝话，拢食无一定死，淡薄讲物件，上帝讲稳当死对无？恐慌死，无一定死，毋是无一定死，主要讲无一定死啊。我讲，上帝惊你啥？伊安尼看呐，有影无？无影。上帝爱咱人啥？伊安尼看。上帝做咱人啥？按照伊的形象、伊的样式来创造咱人嘅。伊希望咱人像个伊，定咱是惊之爱。所以魔鬼来，跟有发生罪嘅代志，就是有四项物件讲无得查嘅，讲无影嘅。头一是家下有人未知，只上帝无咧讲。上帝无讲未开放，上帝无讲无一定死，上帝无讲惊都上加二十分，所以有几个大家搞顺嘅，一个，即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所以硬硬四个，四个似是而非，名咪叫罪咯，嗰啥事，嗰啥唔事，所以你惊人事咯。牧师，我饮酒无犯罪。我疏忽都冇犯罪，聖經都冇講未使疏忽，未使飲酒，似是而非咯。啥事都唔是啊！即叫咩啊？咱叫做灰色地帶。我佮冇小心看到的，我唔就是，我唔是掉地去淹到的，我唔是當的，冇小心看到的，冇小心看到我咪驚咯，冇頭痛的。我見人大人冇講伊的，我咪驚咯，咪是家己的咯。这就是灰色地带，这就是罪啊！给咱们再来看。所以，查某看你手掌的位置会当吃米，我予人看了一件爽，啊，目睭看了一件爽嘛，悦人的眼目，搁一件趣味，搁醉，搁予人吃有滋味。啊，人佮搬落来吃了，大家讲吃了，吃了，吃了喂，吃了啊，都吃了，我同侬吃了了，就排排扒了啊，都予伊个安排吃，伊安排阮吃了，呀，吃了，都呀了了了了了 ，OK， 咱来看啊，吃了 ，OK， 查某谈吃哦，吃，是我讲个啊。啊，骗三公呢，无通，不是话公呢啊！啊，这样两公，你看了，无奈的手掌的两根，查甫现在怀啊，查甫无一个安尼款的，啊，这查甫有一个怀的，安尼意思咧，伊有两房，啊，就来讲这查甫跪落来，托起手掌卡，把这手掌来吃，变个是一个咱东南西亚的贪婪，就是贪吃意思。攞嚟潮州嘅下有一查某揾啲桂枝嚟食，吞銀就上嚟，吞食就上嚟，啊，所以啊，啲人食沙拉，食冇沙拉，食沙拉嚟講，你同學書嘅西多就係講話我犯大罪啊，啊，食是冇沙拉，吞食沙拉，吞食絕對是沙拉，我所以應該上邊嘅都問食時準，問食啦。啊，上帝都吃的时阵都吃啦，然后我应该吃的时阵，你搁加吃，所以嘛得输咯。有人讲，哎呀，这上帝无报仇啊，我不逃过这洪水洪劫了。啊，牧师跪我几多啦，上帝无依我。安弟，你是上帝无依你，你忙吃咸菜吗？做贪吃，你吃咸菜尾，然后你过来红事，你讲上帝无依你，然后你做啊，来了，哎呀，上哦知道哦，有个人，我的安弟啊，我说啊，我亲戚无困了，我没困了，我得失眠症哦，严重了，都得跟侬讲，都得讲无代志啊，啊，其中会加一
惊我下边都看到伊，安弟乱做了，嗰是未困啊，解解啊，我目睭白昏鬼未困，都话好了，对，了，刚刚我解决了，都未困，伊还未困哦，都等未叫伊啊，阿咪阿弟啊，都阿咩咯，都食阿咪阿未困之类，我冇食阿咪啊，我是啉 Nescafe 呢啊。我都阿咩，俾困之前咪食 Nescafe 啦。我唔知食 Nescafe 啊，对唔对啊？我咪讲，咪食 Nescafe 啦。我停停一礼拜，哎停一礼拜，困一礼拜。原来啥意思？唔是上帝无听基督，原来伊食 Nescafe。所以有阵时真侪人爱话上帝无听基督啊，因伊家己本在遮嗨嘛，为咱未堪呢啦。像我啉七澳，我一暝倒落就倒上。都搞天鬼啊！日十澳都无问题，我有人在啉半澳，阮解药伊目睭鬼鬼啊！原来我找着问题啊！我把侬做牧师无用啊，搿边干做 doctor 了，嘿，都阿免食面啊，搿面啊，都放屎，都放尿，搿面个才清楚啦，都无面清楚，都唔知，都几多咧，都无效，搿件心心摇动，你明？所以我熬掉了，人讲袂困，我咪安啲啊，都阿免都食面啊，对唔对？原来牧师愈做愈经验的，我想你啦。OK， 我接来看。OK， 开始的是，开始何时咧？开始，咱看到是一个查某写我偷偷上讲是私底下偷偷咬了那么一口，查某偷偷夹一嘴了，佮可以安家，所以开始。人就犯罪了，开始人就坎坷了，开始白吃白困，啉 Nescafe 的意思，你拢话意思啊？你啊唔变啊？啊，就意思啊，即当然是讲意思对啊啦。开始人来，查甫偷偷吃吹落去，就开始人无影无清了，啊意思。各位，养老人目睭个 bling bling。明亮每一个站一个字无清沙无清课啊！我系讲噶啦，因为我哋有讲啲学经无啦，所以我讲无清沙无清课咯。啊，无清沙无清课，个叶树长下树腰来做家己嘅官，我好料咯。古仔哦，古仔，圣经讲头一个 fashion show， 我是用树腰做嘅，即 fashion 也系做官。啊，这是人的 fashion， 上帝 fashion 带我讲嘢啊，这是人的 fashion 啊，你放到这边。偷鬼鬼，裸无清卡，无清裤，啥物事啊？人安怎无清沙呢？这是沙，伊嘛伊这边嘛沙，人都无清沙，因为食鬼钱数，食你鬼钱所以无清沙。简单咯，对哦，很容易笑哦。所以可能咱做工千叮万嘱，咱做工交代咧，教咱人会做，咱会惊顺工，这是向来。安怎人无穿衫？有只人无穿衫诶，人穿咩衫？穿上帝荣耀诶衫。这犯罪了，荣耀无伫，哎呀，死也无穿衫，无穿裤，走去逃避。其他人看你还是怎样？无穿衫，无穿裤，你看下面个睇，无穿衫，无穿裤，真正面顶讲人听，是因为食果子了后衫就烫起了，所以食果子衫来烫起，慢慢食，爱食就少少莫出来食，就无事啦，怎么样？食果子衫来烫起 ，OK？ 日本只有新的营销来烫的 ，OK？ 咱再出来看 ，OK？ 冷风阵阵，天下冷风了，上帝摇花，佮在佮会中行走。阿当佮夜伯听到上帝声，佮达就藏在佮会中佮树丛，避开摇花上帝面。咱来看避开啊，逃避，大家讲逃避，逃避，给咱来看逃避了先啊。逃避，逃避是 body is free to hide。啊，安怎讲呢？
人安怎逃避得来？人总人逃避在树丛后尾嘛，先讲啊，慢慢讲啊。人也树丛讲家己身躯，特别逃避。明白意思？身躯，这是咩身躯？你逃避到去树丛，当树丛是咩身躯？耐，就是 is yes yes 意思。身躯逃避树丛，当树丛是哪？伊个身躯就去树丛后尾，伊当树丛是伊身躯，嘛变头尾。头尾甲人讲，伊安将树丛当家己身躯来头尾，头尾才上帝。所以你看到无？咱当人是讲到来证明上帝话是真个，听到未？咱来看。当无当人吃了这个果子，上帝交代忙吃个，伊个安怎？伊个？真正歹势哦，这毋是歹势了，讲歹势毋对个，惭愧安尼讲啊，真正奸笑哦，个安尼你会明白啊？你讲，伊讲真正奸笑哦，奸笑个字啊，讲明啥物？伊讲何魔鬼一点心，心啊，这是心嘛，对哦，这是心，有鬼一摆了，有心里有鬼，心里有鬼。这鬼入来的心啊，也感觉到亏欠上帝了，所以也嘛是奸笑。奸笑原来是心内的鬼，你家己听过，书看愈济，你到时你莫知你目睭暗来行走，唔知是犯罪哦，唔敢记我，我听人讲笑。OK 啊，心内面有鬼啊，就是惭愧，你看到这出味哦。下礼拜坐平来，下礼拜我讲是话讲，下礼拜咱请啊，我讲我牧师讲到啊，我讲我牧师哩甲咱讲，我一礼拜我接来讲下半部是在第四章，创世是创世记第四章或者一章，我讲了咱结束，这结束我哩结束了，啊，行，一记招平来，真正好料个，咱无接来看。耶和华上帝对查甫讲，你安做咩代志啊？这查甫讲。啊！你娶啥娃的？我无食了，大家讲啥娃？啥娃？啊，拢未歹啊！咱来听讲，可能无福建话，即个福建话，咱进步了，已经就咪听来听听讲福建话。所以只有娶啥娃，咱来看是娶啥娃。OK， 啥娃？咱要趁机，趁就是人无准备，就是暗好叫 view of oneself。A big one sell off， 意思讲呢，嗱，即趁什么来？趁是古渣，然后你完全是准呢，是一个尊贵人，喏，咩？尊贵人，这人是大摇大摆，人是腰脚背背，手背背，真正大个的，因为无依法无犯罪了嘛，伊个正重要咯。但变呢，因为人安怎停止变得无一个重要咧，变得无一个。大摇大摆，重要的人呢，都是因为一个修长咯。所以人无变得无重要，是因为修长，所以咪安尼分出来。原来人会变做无变做一个罪人，唔是一个重要人，是因为即趁之人讲是无罪人，讲起修长，他停止重要了，无贵了，因何罪名贵了，趁。胜过了，趁机胜过了，所以让我是无定要的，明白啊？咱们再来看，各位查某讲，那上帝先看来啊，上帝加持啊，我必借借家天女怀胎的痛苦，你生囝、生查甫囝、生查甫囝，必受苦楚，楚啦，楚啦。你必啊，连服你的丈夫，你的丈夫也着要关掉你 ，OK？ 咱来看错，意思是讲，兄弟姐妹啊，阿未人阿未完全之前啊，人生囝生个崩溃了，噗就出来了呀，无听的咯。人讲是查甫生囝，要生到个位，哇，我听无死，到尾都出个浆啊，都浆个生，安怎感觉？就是先讲。人犯了罪，上帝心狂教了，伊讲你生囝来就要听，所以你是查某，
如果成天，假如成天都俾天人證明是雜波，所以講哎呀，牧師我買四股了現在啊都唔是雜波，一啲都冇證，我真都做雜波資金。如果係上帝將降落，成天是話講是唔講嘅啊？買個除牧師講牧師得到逼人成天啊？即是我哋科啊，啱啱講完科啊，科得嚟，科是冷。下個月小陣卡，誒冷個月小陣卡攰到嚟，因為要小陣先我哋小陣攰了，嗱你講啊，我睇到啲啊，個月早炒嘅時候先啊，初時初咧是即前置前置嗰時就係你茶機啊，你啊咁點嘅手機啊，個月甲骨盤嗱你看到冷停止，個月即我陣小陣嘅任務。所以因何卡照做了，所以社會就面對成件的創作上啊，你明白嗎？這是什麼 OK， 正講第三章十九章有啥喺度咧？我就講你，但是有邊個在講我念聲哦？所以第一格邊個冇？如果講到要流汗，流汗胃便加氣痰就遮。大家講流汗，流汗貴賓嘅陳家，啲教路貴接陀陳貴堂，好貴堂，我哋講啊，因為都是讀啲陀嚟，因為都本身就是陀位，所以都叫做咩陀位咧啊？安裝都是真還是冷？安裝講話俾聽咧，成個陀咧嗱，就能命都個樣，啊陀咧啊。哦，大波面呢？大波的声，大波这代表你代表辣咯，这代表甜咯，特别大波咯。意思讲大波的几个面，大波特别出辣，因为你需要流汗，流汗背面该摊到遮，所以大波会出辣，马色，所以大波会出辣嘛。反正社会因素，社会那顺便讲一声，再点下面搞了，因素社会就做。因為社會變咗了，因為雜波都解都嚟咁搞貪味，我唔是揾到啊！啊，雜波都喺度搞女搶女，啊，如果你搞大波個聲咯，啊，大波聲啊，變成無骨聲咯，啊，雜波你搞嘛 ，OK 啊，女搶女，啊，會人講有時會人我講讀書啊，我唔是快吹，快吹硬啊，我吹無硬啊，搞到無骨嘅咯。我唔敢叫，我一叫，我一世人我勤苦咧，因为要俾我讲，所以啊，作为查某，会打波咪去吹啊？你女强人咧，你上搞啦，上搞啦，简直都无，你都听无个借过伊哦。我对伊个吹时阵，一家之主唔是打波咧，查某咧啦。啊，打波是做咩？打波多吹声哇，刺骨咧，啊，我林兵，啊，西山。我開始不準備要開始做做生意，開始我咧，這社會照做，因為打波我想打波咧，砸波我想砸波咧。當然，今日嘅社會唔一樣是在是競爭真正真正多，所以男人咯、哦，打波真正太做男了。唔是甲打波，甲打波很抢镜啊！甲查某抢镜，阮查某咪搞鬼打波了哟！你看我负责外头家，外 manager， 外上司啊，外头顶都是查某诶。有时个别领袖伊个心情，因为全部人都摸啥子步，心情好诶嘛，我仔来啊，我变笑，真坎坷呀，都在用啊，所以。啊！等佢再讲一讲。系啦，会俾你啊！又可上帝会阿当解耶波用腿做啥？大家讲用腿做啥？用腿做啥？何样情？嗱，只疫苗嘅，今日我就只疫苗咯，我用嘅，佢会晓教人讲哦，只天生嘅教人讲，人用你做啥？潮流做啥？潮流是暂时嘅怪。会咬你的，上帝用腿做啥？上帝可能请是只脚，人人的是情是潮流，
啊，是用回舟山 ，OK， 回得来。今日录只高明就晒哦，我嘛平心做呀，顺便讲只菜咧啦，你下讲伊拄到高明家是嘛，只菜，你看，我无法对只菜啊，那是对只菜来讲，当然不是单高明家来吃啦啊，你说阿弥陀佛只菜，南阿弥陀佛之正。人无犯罪之前呢，上帝无逼不得已无用刀太辣太欠照了，替伊嘅腿来做三号路。古早嗱，我介绍听下啲书嘢啊。古早阿公阿妈时阵，伊叫哇，你阿妈骨咧长，哇，我唔知叫落边，我叫阿叫你做叫你做长颈鹿，我惊我表叫啦，长颈鹿，哇，你咧肥，佢尻川咧多，啊叫河马，河马来一秒河马。哎，这袂歹，安尼点点，个白白，个清气，啊叫鸟咩，啊鸟咩咩，安尼叫啊，叫，看老虎，啊，你个水母啊，伊个啊哦哦，个名叫老虎，个老老老超嘛，叫老虎，啊狮啊，因属狮哦，伊个话你鸡毛蓬蓬叫狮，啊，伊无鸡叫无鸡狮，啊你听讲咩啊？所以看到人下家欠少面啊灯，做朋友了。人得欠少嘅讲话嘅咯，跟住都讲都欠都欠当然看，都讲晒啊晒，人出朋友啊，人欠就应谂嘅出嚟看，你超可以啊！阿咩做咩？因为人提示加面纳灯加欠少还少是要都还罪了，都肯定还罪好啦嘛，都睇外赔咗咩？因为路啊睇外赔系我人生生死死。佢咩睇嚟何往何止啊？負責冷熱雜菜，我食啊！所以冷過個九百幾回，今日我就攰啲喂，攰我就俾都頭潮噶咯，定都食飽食到四百隻。你好，你我講嘅咧好啲，我講説話講係我緊要嘛。啊，我啱入冇搞，啱入冇搞，我知條位準嘅，喂，同你講，所以冷開始。按照甲云南人还少白暗，古早都叫西西，你就听话归来归来，因为上帝何以只管来管理，甲了平时甲云南人，今日叫西看来西归来，后日叫来都一种系超无义了，你搞嘛？因为你属于即系开始咯，阿咪开始啦，你讲，人即系啥？三对不？第三啊三，上帝用到体会来做人的三，就是人开始离开了上帝心意，人开始甲别人当和万物不能和平，和万物不能和谐，因为开始了这个事情，人家。你讲，即系讲咧，上帝俾到咱父母顶，唔是俾来教上帝嘅关系好呢？讲咧，上帝俾希望俾做啊，只等到万物和谐。罗马书第八章讲，讲咧上帝俾到咧父母顶，俾做唔是教，如果上帝好咧做咧，上帝都俾个万物和谐，因阿咪是万物，如果人甲人之间，如果人离好谐啊，家路啊。运行啊，运潮啊，你好个天，你个欠潮运潮，你好个天，你个涨个万必个了，你何事？我介绍一个人了吧？这人名叫 Francis Assisi。Francis Assisi 是杂志读于Trials and Joy 第十二世纪一个上帝大西洋人。伊真正爱做。伊为主做只正经，我讲两项件好了。伊一世人伫祈祷，我靠上帝，甲亲近上帝。你今日你试我卖，你从来试我卖啊！你对厝，你扎起棍车，你看到阿哩麻雀叫惊，你叫叫惊，飞落来来亲，你看伊飞落来来亲无？你做咩啊？Francis Assisi 一直叫 Here's the love of God
这里是有神的爱，一切不得一切。你知道熊熊那种只要不惊讶，一周有一天，一周有一天，万变万物和谐，只要不惊讶，一条来不来。你讲以后的事之前，你跟他的 disciples 的门徒说，我死了后你问大王头上是 always 心出来看